因为你是中国人，所以他们都来帮助你。这轮胎坏了，你看多少人过来帮助我。刚才在路上轮胎没气了，三位巴铁帮我换了轮胎，现在我把车开到了修理厂补轮胎。他儿子，儿子啊，不上水，所以他就来在这边给你抱了。哇，这么重，他能抱动啊？ਕਹਿ ਰਿਹਾ ਤੈਨੂੰ ਹਵਾ ਵੀ ਭਰਨੀ ਆਉਂਦੀ ਹੈ ਬੜਾ ਜ਼ਬਰਦਸਤ ਹੈ因为你是中国人，你有什么问题，他们可以帮助你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非常感谢 ，Thank you。OK。哈哈。没事，这个钱给他。我给他给那家一点呗。啊。啊，他是 no need 的，因为你是中国人嘛，所以不要钱，人家都帮助你。哈哈哈。他不要钱怎么办？啊，谢谢你。那我们去给他买水，怎么样？啊。